来自新港乡的消息，新港奉天宫伫主持举行开台妈祖驻台404周年暨1065年圣诞千秋祝寿大典，典礼庄严迎客康熙皇帝御赐的四顶科技。农历3月23，天上圣庙妈祖的圣诞盖棺新港奉天宫在主持举行新港奉天宫开台妈祖驻台404周年以及1065年圣诞千秋祝寿大典，典礼庄严迎接康熙皇帝御赐四顶的科仪。由于奉天宫为嘉庆皇帝钦赐庙宇，得以隆重的六一五中现清朝大典的盛况为全台唯一。出席祝寿敬拜贵宾，穿着长袍马褂，由副馆长刘培东担任科仪主祭官，祈求嘉峪关风调雨顺，百姓平安。那今天因为县长啊人在美国，在招三位县正在打拼努力，所以他特别指派我要来这边来参与这个盛典。那这个妈祖信仰已经是全台的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信仰。那上次的这个妈祖出巡啊，就几十万人跟随。那新港奉天宫是这个妈祖开台妈祖的一个重镇，我想在全台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今天新港奉天宫为了妈祖这个祝寿典礼啊，他考究了很多次，那他的典礼很特别，有6.15亿，还有出现，还有鼓山岩，出现雅线、中线，还有送神等等的仪式，非常非常的细腻，那让我们觉得非常感动。那而且全台哈、各个妈祖的信仰，各个宫庙都有代表来到这边来参与这个盛典。信徒大家阿们大家好，今天新港奉天宫天上圣母就是1065年的诶生日哦，升天哦，啊，即马就是要来办这祝寿大典，哦，啊，即马时间有无？感谢这个妈祖真灵感，你啊看即马富军加民良，北港加拢在落雨，啊，咱遮天气遮好，真凉，啊，会当妈祖会当保庇哦，咱今年哦，即个年年丰收，啊，大家来拜，大家拢会当平安，感谢咱天上圣母来保佑的灵感，啊，咱色情风也无代表嘛来参加，感谢啊，咱的615，咱银书团的拢到位啊吼，啊，咱的国乐团呢，100几个国乐团呢，啊，咱银书615。嘛是真百个吼，啊！即种全国啊，甲新港奉天宫有咧做即个615个吼，啊！希望大六一五有200多位乐星、雷星、乐星以及唱星，完整可以表达对妈祖的敬意。乐星也由新港艺术高中女学生来担任，展现出母性流美精神，也包含着新港在地学子以及妈祖企业，借由活动感谢妈祖的当年保佑。谢谢新闻蔡明彤、新港乡采访报道。盖棺上就好要奉亲哦，厝内爱准备建一避难包。这避难包内底物件有准备3天的水，甲着基本的打牛罐头、手电筒，加医疗卫生用品，甲着较厚的衫、行动电源、甲现金，并随时检查健身内底物件。另外，爱注重家中的小朋友。订订避难包的所在，并约定订订到成后，大家集合的所在，天灾难测，好加十包，盖棺上吊，关心你。